所以我是那一派的幸运儿。要见后，我的蛋蛋们才会回来找我。我宝贝的蛋蛋们啊！哎呀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你就趁这个机会好好体验一下当女生的感觉。可以的话，也顺便让我们体验一下。好哥们就算变成女生，也还是好哥们。摸好哥们的胸部，应该没问题吧？走开！你们这个变态，男人不会犯法，帮我摸一下。啊！胸部好重，好难跑啊！终于躲过班上那些变态的追杀了。突然很想上厕所。哇，好正！他是哪一班的？我怎么没有在学校看过他？等等，探长女厕出来，我要跟他要奶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他去男厕？又跑回去女厕了？看来是天然呆呢，好可爱。忘记自己现在不能进男厕。你好，我是作者大人。难得你变成了一位可爱的女生，今天你就来满足粉丝们的各种要求吧。啊，这样我有什么好处吗？粉丝会更爱你哦。好，我接受这个挑战。第一个，隔壁班男生不知道你是蛋哥，所以跟你告白。你好，我喜欢你，你好可爱哦。那个，不好意思，我是男的。没关系啊，我也是男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第二个，请你不小心摔在贞子身上，做出一个百合姿势。因为百合配我男生的声音感觉很不浪漫，所以我请了粉丝夜莺来帮我配女版蛋哥的声音。这个姿势可以吗？哎，奇怪了，我怎么好像有点兴奋？咦，看我的啊，宝贝，难道你不想体验一下刺激的百合恋爱吗？接下来请自行想象。第三个，想看女蛋哥绑各种马尾，当然包括前马尾啦。好，我就都绑给你们看，高马尾、包包头、可爱双马尾，还有前马尾。同场加映前马尾的第一人称视角，什么都看不到哦。最后就用双马尾搭配另外一个粉丝的要求吧。怎么样？这样够性感吗？再多给你们看两秒。这张球位上色上的很认真哦。第四个，一堆人想看女蛋哥抱一，请你抱个一吧。好久没有画抱一了，这一次居然是抱自己的一，好害羞。第五个，希望你在学校时突然来大姨妈，感受一下球位的痛苦。这一天下来，当女生其实蛮不错的嘛。好痛！这是什么？这是女生的生理期吗？腰觉得被电锯锯到一样，又酸又痛。女生们每个月都要体会这种痛吗？好辛苦。你怎么了？你要不要多喝点热水？大哥，你要记得喝热水。对啊，喝热水就不会痛了。我现在终于懂女生一直提到喝热水都不爽感了。第五个，希望你能去撒娇诱惑一下陈老师。老师，要不要下课后一起去咖啡厅喝个咖啡聊个天啊？看我用胸部紧贴你的手臂撒娇。什么？我长得这么漂亮，陈老师为什么无动于衷？唉，世上只有妈妈好，蛋哥还是男的好啊。哦，好累，终于结束放学回家了。老婆，你是年轻时候的老婆吗？接一个。老爸，你在搞什么？粉丝要求系列还没结束啊！我不是你年轻时的老婆啊！你不是我老婆？难道你是白蛋的女朋友？我是蛋哥啊！屁啦！你怎么可能是蛋哥？白蛋，你应该看得出来吧？帮我跟老爸解释一下。你也来得出啊，白蛋！啊！终于过完一天了，我的小蛋哥也回来了！屁啦！最好这么大，自肥哦！总算可以把 YouTube 头像改回我帅气的脸庞了。看在蛋哥这么牺牲的份上，赶快订阅蛋哥，加上分享出去吧，帮助蛋哥早日90万订阅。